前两天呢，我们也没有讲成多少法的，只是前两天说了一次观点之外的。那今天呢，下面我们就开始讲这些呢关于前行方面的一些纲要的。比如说，但这两天正在过年期间，当然有时候可能也有很多很多的呢时间方面的一些缩时，也束缚着我们的身心的。有时候，抽出更多的时间去修法，作为一个在家居士，虽然不是很现实的，但我还是相信能都能做得到。以后在具有这样时间的时候，多修点法为妙。我们平常呢，主要所传讲的修法，都在修上师瑜伽道修的。因为上师瑜伽道修前两天说过，虽然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为了拯救八万四千个不同的众生而传讲了八万四千个法门的，如我等历代传承祖师无不光尊者曰：教法层次无量，入尘之门众多，演说之次具于广大的。由于众生根基不同的缘故，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传讲了不同的法门的。如今在世上有汉传佛教、南传佛教、东传和藏传等等等等。虽然在挑损烦恼的方便之上各有各的特点，但总的来说，所有一切教法的要义是一致的。如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曰：知尽其意，始诸佛教。一切佛教所传讲的主要要义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调伏自己的内心的。但由于众生根基不同的缘故，调伏内心之方便各有各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佛教与佛教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区别的。这一点我们这一两天呢，甚至往昔也讲过很多的，尤其在这边呢，但这两年也来过几次吧。虽然呢讲的时间不是很长的，但我希望也就是说，平常呢这座的信众们平常也在阅读着不少的教研，所以总的来说可能了解一些的。就是由于众生根基不同的缘故，传讲过不同的法门的。但是我们先前所修学的法，是一切乘法之顶点，诸法之精要，无上巧绝大圆满。往昔一位修行者问一位高僧大德曰：诸佛教言之中，哪一个教言最为殊胜的？当时这位高僧大德曰：站在众生根基之上，所有一切教法即为殊胜的。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与自己根基相应的法最为殊胜的。但站在法的立场之上，唯独密法最为殊胜的，因为密法是一切乘法之顶点，诸法之精要。所以我们先前所修的法，就是一切乘法之顶点，诸法之精要，无上巧绝大圆满。那平常为何称之为上师瑜伽呢？因为初次开始修学无上巧绝大圆满的弟子们，有时候由于对无上巧绝大圆满的见解并不是很了解的，尤其在实修的过程当中呢，很难实践的，所以初次很容易堕入到智慧一边的，而不重视方便。因此为了呢重视方便，而把无上巧绝大圆满的修学从他的标题之上名为上师瑜伽道修，原因就在此上。因为沙迦本智大曾经说过：方便为次要，智慧为重要，这一堕入小乘迷境地也，就是为了避免产生这个过失。以后在修的过程当中要铭记这一点，修行应该要实实在在。光走个过程是远远不够的，即便当时有多少人赞叹你的修法，即便有多少人呢在赞颂你的功德，但是当自己的内心烦恼没有消尽之前，今生在面对一切之前不会带来快乐。
临终的时候很难了脱生死的。华智仁波切曾经说过，若当今修法不能对治自己的烦恼的，即便你掩盖自己的烦恼，但临终之前必定会呢呈现出你的原形的，这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所以我们应该先前就要调伏自己的内心轴，因为才能在临终的时候很好的了脱生死，如同历代传承祖师般的。未来能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完全取决于当下调伏内心之上的。禅宗第六祖慧能大师曰：“一心向善者，西方极乐世界即在眼前的。”也没有讲这西方极乐世界在哪一个据点、哪一个地方的。当然，初次开始进入佛门的时候，为了让一个人呢有一个真正追求的目标的，因此我们把西方极乐世界定在某一个据点、某一个地方上，甚至把三无趣也定在某一个地方等等的。但这些都是初步阶段。顺着对法的理解，修行越来越增上，我们对法的理解以及多方面的认识也应该要提高一些才对的。我相信我们这座的弟子们也不是今天才开始进入佛门，进入佛门的时间有一段时间了，但这时候就必须要懂得更深一点的道理了。也就是说，为何先前不调伏自己的内心，在面对现实生活之时，在面对临终之前，未来能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上有着很大的障碍，原因在何处呢？不能获得三世快乐的最大阻碍者就是贪嗔之烦恼。贪嗔之烦恼并不在什么地方，而在自己内心之中。几个实质性的人呢分别就是贪嗔痴的根源。所以时时要对着自己的烦恼为妙，这一点呢很重要的。那刚刚所传讲的就是说，如今我们所修学的上述瑜伽道修，乃一切乘法之顶点，诸法之精要，就是为了让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不轻视方便，而修学成熟口诀法也立为另一个一面，叫上述瑜伽道修的，就是告诫我们绝不能轻视方便。类似轻视方便而着重智慧者，如今是否具有的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平常在修学上述瑜伽道修的，尤其首先要知道的是，相信这两年你们也学了不少的，往昔我们也翻译过一本书，就叫做《贤明之差异》。贤宗和密宗的区别也不仅仅在智慧上，也在于方便之中的。密法与贤宗不同的呢，主要在四个特点之上：简洁不迷惑，虽然是禅定，但修行方便多，行为无心了。主要讲解的是方便了，而不是单纯智慧的。因此，能否称之为初时间禅定，在于编织双运之上，而不是堕落到某一边之上。那么平常在修的过程当中要时时铭记这一点。比如如今我们在修上述瑜伽道修的时候，主要所传讲的是精要法的。第一，传承法脉清净；第二，通达方便。传承法脉清净要具备普遍之信心；第二，通达方便，从前行之前行直到回向之间，分为五个纲要的吧。比如前行之前行，如坐前行，共同外前行，念诵依归，回向五个纲要。有时候是需要翻观自己的内心。虽然我们每一天所修行的时间是很有限制的，那么师父在短短的一时间当中，如是具备这些条件的基础之上而做的修行，若是的话，时间越多当然多多益善的，但即便时间短暂，也已经形成迅速承办解脱之因。在宝兵经中曰：倘若一个人在十大阿僧祇劫中为他人宣讲佛法，
以及自己闻思佛教，还不如在完全懂到如何修行的前提之下修行，以刹那中的时间生个彼的，这是《宝瓶经》之中所说的。但他的前提必须要懂到该怎么去修行，而不是盲目去修个法，其中已经来具备一切条件，不是这么传讲的。因此我相信在《涅盘文达录》之中呢，不是讲得很细致吗？后期再讲解我们以后修行应该以闻思作为重点还是以实修作为重点之事，不是讲得很重要。所以说这些都得学习的，学完以后就应该要落实到行为当中去的。因为光懂到而不落实到行为当中，那永远变成一种口头禅。我等历代传经祖师无国光尊者曰：口吐空言之了之境界，故不得菩提圣果。也就是说，即便你口里说的有多么好的，当你内心还是那么呢，就是空的，一点功德都不具有的前提之下，你还是与庸俗同道。就如同当我们在课的时候，即便有站在理论之上懂得这个水怎样解渴，但若不去喝水，永远解不了渴的。因此当然前面知道担水解渴的这个道理也并不可缺少，但它只是一个前心而已。以后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既要多做些人的温室，但是还要呢更进一步的进入到实修当中去的。所以我们以上主要所传讲的上述瑜伽道学，主要传讲即使理论，也是讲解如何实修的。所以在修的过程当中，就如同刚刚所说的第二个紧要法，就是通达方便；第三是认识智慧。比如说所有一切禅定总分为几个要点，我们平常讲的过程当中把一切禅定总分为机智和神观两种的。机智又分为几种，比如说像有相定和无相定等等。那神观呢，又分为意识转为道用和智慧转为道用两种，平常我们都在传讲的。所以根据当时自己的见地，树立不同的方便来调顺自己的烦恼，这些道理都非常重要。最好一个紧要法就是三巧运用，因为平常修行时时都能在一个禅定之上是很困难的，即便你先前能具备时间禅定，能一禅当中安住几天几夜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总的来说仍旧是时间禅定。这种入定具有和没有，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可能有些意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成办解脱也没有多大的利益。因为时间禅定，世界在一禅当中可以安住6000个大劫，无色界天可以安住8000个大劫，但这个时间呢无法由念或数量来算的。那么长的时间禅定，在这种禅定当中没有丝毫之烦恼，但即便有这么入定的境界，但最终还是堕入三无趣之中。这充分的说明了有念第六识和第七识会造业，但无念第80识和前5根是一样造业。因此以后在修的过程当中不能顺着自己的来感觉而走的。前两天呢我也遇到很多很多居士说他平常很少入定，该怎么办的。我就问他，你自己呢口口声声说着入定，你的入定标准是什么呢？说没有丝毫之烦恼，没有丝毫之意念，可以进入到了完全不知情的这么一个状态之中。若要是仅仅为了这一点，难道还需要入定的吗？我们可以到外面考试呢，外院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状态之中，比如到医院去买一些安眠药回来的。好，当然量不能过多，药不会丧命的。量不多的前提之下吃一点，我相信在短短的时间当中你也能入定的。但这时候你总觉得好像当时是躺着的，那不要紧，让旁边的人让你把你立起来坐不就完了的。这不叫做禅定的，这不叫禅定，这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即便真正达到这样的境界也不过如此的。我们要的是初时间禅定，初时间的标准不在于妄念多与妄念少之上的。
有妄念很正常，因此我们平常一直都在传讲，我等历代传请诸师化智仁波切曰的，若能转为道用妄念曰粗大根形成解脱自性之功能的，而没有讲解妄念曰粗大根是一种过失啊，就看你怎么去呢利用它的。有时候若不懂这个窍门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思维，要让它平静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啊。比如平常我们可以用时间的方式看见它，要是有力气的人可以把它打一顿，要不呢条件允许的人可以买些了呢就贿赂贿赂它的。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该怎么去让它平静下来呢？所以要懂得方式方法。但至于我们这座的信众们，平常呢德空师也在这边天天讲解的，我过来的时候也在天天讲解，即便有时候呢在外面传讲过程当中，你们也在呢直播听就是听讲，当时也传讲了很多很多关于如何调送烦恼之方面，这些必须得懂的，要不仅仅依靠一种方式去压制烦恼，这当然不具备善巧运用。因此你能否称之为一个修行无上巧诀大圆满的弟子，不在于你所跟随的是哪一位导师，也不在于你平常所念诵的依归念诵的心咒是哪一个传承，而在于调伏内心之方便道之上的。因为修学无上巧诀大圆满，由于众生根基不同的缘故，有两种教授方法，叫方便教授与真实教授。当我们已经从这两种教授人的范围当中超越，也就是说不在这两个人的范围当中的时候，那你已经不是一个密宗弟子了。所以都得懂的，光说我跟随在某一个导师，我的导师名声有多么大的，我的导师呢闭关过多少年，这是远远不够的。好，要不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呢他的功德有多高的，是三界六趣一切众生的护主的，好，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总集的，难道还有更高的导师吗？但是当自己不知道如何修行之前，我们人就用众生就是众生的，就根据个人的见地来定夺的。所以要记住刚刚所说的这些道理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今天我们所传讲的这部教义，也就是告诫我们这组的信众们，平常在修学上师瑜伽导修的时候，虽然我们自称我们在修呢正信法，但实际上是单纯正信吗？当然不是，在正信的同时，所有一切法都在依法当中圆满，要做到这一点。那可能有些会问的，我们先前所修学的正法虽然称之为正法，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实践呢，就没有完全真正了悟这种境界的，那倒是也能称之为是玩法，是一支巧诀法。当然它可以从两个不同角度当中圆满，一个是不了义，一个是了义，总的来说一切都在依法当中圆融做的。当然从了义之境界当中来说，不了义之圆满还不算很圆满，但是总的来说都要知道在依法当中圆融做一切法，而不是口里说出来说我这个法有多么殊胜，一切法应该在其中圆，如何圆满不知道的。基础修法还是有不圆满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真正修行者要记住这些道理。当你懂得这些道理，我相信你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位修行者，先前是一位修行者的，在面对现实生活当中，由于能调伏自己内心的缘故的，所以时时都能让自己快乐的。当然由于我们无始以来自己习气烦恼沉重的缘故，稍微产生一些呢就是一些起伏，可能也很正常的，但是与庸俗对比那完全是两个概念性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会遭受那么多的痛苦和烦恼，因为你已经知道生活的本性的，在面对死亡之前你会更加自在，如同历代传承诸师一般，这不仅仅是口里说说而已，倒是真具必有如是之功德，也应该这样。人活在世上必须要两面齐全，两面齐全指的是什么呢？虽然追求幸福是每一个人呢在从事一切知识所追求的呢目标也好他的动机的，但是
仅仅依靠其他的方式去追求幸福是得不到圆满之幸福。比如暂时即便有幸福，当临终降临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比庸俗还庸俗。因为在无常面前，所有一切人都是很脆弱的，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当时我们无法创造快乐幸福。那先前我们拥有这么好的智慧，因为金杰作下面也会讲解，在具备这么好的条件之下，那应该要两面齐全的。现今所拥有的一切是俗世修来的福报的。也可能有些会说，不会吧，是我今生打拼出来的，怎么又变成俗世修来的福报呢？因为有时候我们细致问问自己，你现在所拥有的不是俗世修来的福报，如今世上的哪一个不在打拼呢？哪一个不在努力追求的？但是最终得到的结果并不像呢所有人都是那么平等的。有些像比如有些人即便怎么去打拼，即便怎么去努力奋斗的，但最终得到的结果也就是那么回事的，谁敢说他不在打拼呢？甚至这两天在过年的很多很多，可能连过年的时间都会，过年的这些节日都搁置一旁，还在那里追求着他的幸福，追求着就是说打拼着他的事业，但是最终得来的也是那么回事的。甚至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的，有时候呢，虽然我们有一定的智慧和一定的福报以及经验的经验和智慧的，但是若没有一个俗世修来的福报，做什么事情呢绝不会那么顺利。因此今生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俗世修来的福报，或凭今生的这个缘打拼而得来的，当然得享受。但在享受的同时，要应该更加精进修法，还要创造更高福报之因，还要享受更大更圆满的福报，就是我们贫穷所追求的西方极乐世界、解脱、福果等等，应该得这样。但是要承办这样的果位，必须要懂到这样的因，因为因果颠倒，绝不会像你所追求的人呢，啊，境界般的圆满会是成这样的，这样的人呢，一些究竟果位不可能的。颠倒因果的行为是得不到这样的果实的。所以说像刚刚所说的这些道理，主要是站在上述瑜伽道学本身的立场之上，要细致修学为妙的。当然上述瑜伽道学口中说出来很容易，但是平常修的过程当中师父意义圆满。当然我们也可以阅读一下其他的一些，比如像现在已经来进入新的一年，那就去年系列上述瑜伽道学的广传如意宝藏啦，腰部各式各样的一些光碟，以及2010年在亚青寺讲解的《是经要法》等等这些光碟，我还是建议多看看一些的。像比如平常没有了很多时间，大家聚聚在一起看的，但自己带回家，自己只要有一些时间，平常多看看、多听听一些的。我相信在修学上述瑜伽道学过程当中，能提供你很多很多的辅助的。好嘞，那平常修学上述瑜伽道学作为重点，那紧接着我们下面讲解什么呢？就讲解一些浅显的纲要，但这两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就是说连接的，我们下面再看看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所修学的就是在修浅显。那这样一来，是否意味着以后不修前行都可以直接修正行？当然不是这个意思的。我们前两天也说过，按照历代传承祖师的法规，平常在一切条件成熟的前提之下修学无加行等等功德不可思议的。尤其我们平常在高原地方，甚至在寒地，只要具备条件，但这个条件主要是时间圆满的修行者，我们还是来尽量提倡让他们把加行修完。但是有些居士呢，他多方面的条件并不是很成熟的，当然前提对密法的信心是具有的，但其外很多很多能修很多数量大的一些法的，可能呢他的条件并不成熟的。在这一段时间我在寒地也见到很多居士，虽然他对密法很有信心，但是当听到无加行这么呢巨大的数量需要修行的时候，当时
就可能就放弃了进入密宗的这个愿望。甚至有些即便追寻着道士的脚印而做修行，但仅仅假行可得需要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一辈子没修完的人也比比皆是，但修到一半的时候呢，大部分都会放弃的。若要是这样的话，可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法没有特定的法，历代传承祖师为后代弟子所能特定的这些，都是具备了一切条件的前提之下。当一切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我们法不能形成一种特定的法。法若要是一形成特定的话，那我等道士释迦牟尼佛就用不着传讲八万十千个法门，只讲解一法即可。信也得这样做，不信也得这样做。信的就是有缘者，不信的全都是无缘者。那要是是这样的话，如今就不会有八万十千个法门以及九乘之力的说法的。但不是的，针对不同的根基而传讲做不同的法门，这就充分地告诫我们根据个人的条件做修行。那我们平常修上述瑜伽道学的弟子们，多方面的条件当然也可以说很成熟啊。第一，他根基成熟的，因为对密法所依止的道师能等等信心是很圆满的，可以说是呢坚定不移的信心已具备，这就充分地说明了你就是修学密宗的，你以为合格弟子。至于其他修学，根据个人的条件来定夺。就像我们在修上述瑜伽道学的时候，上师相应法中分为里外密三种上师相应法，先从外相上师相应法开始入手，因为外相上师相应法主要与前行相契合的，在前行契合的同时，再讲解相关的一些高点的正行法。但这些呢，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可做不到的一些事的。当然你要是不去做的话，即便做不到的事情可能也做不了，就做得到的事情也做不了的。但这个呢，根据个人从法本身的立场之上是没有什么可做不到的事的。因此条件允许的前提之下，修学无家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今我们这组的弟子们平常为什么直接讲解上述瑜伽道学的缘故的，因为我们并不是轻视无家行，因为在修学上述瑜伽道学的同时就在修学无家行。那要是这么简单的话，就不修学其他的法的，当然不能形成一种懒惰的。我等历代传承祖师在承办解脱的路途之上经历了多少苦行的，所以我们作为后代弟子当然也应该要追随历代传承祖师的足迹。懒惰是要不得的，在没有懒惰的前提之下，根据个人的条件如实修学，但当然可以这样去做的。平常我们也是这样传讲的。好，这些道理懂得东西的，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去做的话真的很了不起的，非常非常了不起。那我们今天呢就看看这个前行纲要。在修学上述瑜伽道学期间呢，我们在讲解共同外前行之时，也讲了关如何观呢人生难得、寿命无常、轮回过患与业之因果的，因为它称之为共同法，也称之为是严厉法，是一切修法之基础的。当不具备共同法之时，即便你对其他法有多么了解，但修行的路途之上决定很难精进下去的。要不呢，由于这件事那件事呢，各式各样的事情阻碍着你的修法，很难继续下去的。为了在修行的路途之上打破这些关的，那共同前行是必不可缺少的。如同我们平常想，我等道士释迦牟尼佛在六年苦行的过程当中有多么苦啊，一年之上一粒米和一滴水的，以及历代传承祖师在修行的路途之上独自一人进入茅棚或山洞之中苦行的，吃的又那么简单，穿的呢又那么单薄的，所以应该是很苦的吧。从我们的概念当中觉得他们很苦，但是这些修行在内心是非常喜悦的。为什么？因为由于具备共同外前行的原因。那先前我们作为历代传承祖师的后代弟子，我们平常也得修行的，
尤其是有时候呢，也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由于俗世因缘、俗世的习气和烦恼沉重的缘故，难免也会产生一些啊，修法很苦的，修法很累的。我今天的法虽然修完，但是明天还得修行的。我已经修了多长时间，但是渐渐还是没有很好的进展，一想我该修还是不修的。尤其我们平常说修讲解的法，都是针对根基高点的层次讲解的。这时候他人修行都非常轻松的，比如说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外面做一些佛事啦，到是寺院去烧香拜佛啦，平常要是见到一些导师人呢，就夜见一下导师等等，就算数的，就已经很圆满。那我也应该这样等等等等，这些都充分地说明了什么？共同前行基础没有扎实的。当共同前行基础扎实的时候，即便自认为这种苦行，我相信在你的内心世界当中还是很喜悦的，就是由于共同前行的缘故。所以希望这一组的信众们平常还是多修学一下共同外前行的。以前我等大恩根本上师阿修法王在亚青寺为弟子们传讲佛法的过程当中也多次提示过的。上师的上师昌格阿里以前，昌格阿里曾经说过，我以上历代传承诸师传统修法方式是先传讲共同外前行。当弟子一知道如何修学共同外前行之后，必须得闭关100天以后方能修学其他的法门。这就充分地告诉我们共同外前行的重要性。但是到达昌格阿里时代，由于环境的缘故，导致成了导师有时间，弟子没有时间修行，一直导师的弟子有时间呢，导师又没有时间，两者呢条件都具备，由于环境的缘故，所以多方面并不成熟，因此把共同外前行和不共同内前行契合到一起讲解，契合到一起修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昌格阿里这个传承一下就开始轻视共同外前行，是由于环境和时代的缘故造成的。但即使我们更加把共同外前行当作最重要的法作修行为妙，因为先前是末法时代，终身烦恼最沉重时期的，所以应该多观想一些共同外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平常应该得多修的。那我们平常在讲上述瑜伽导修的时候，也是否讲释过？当然讲过呢。通达方便当中，共同外前行不就是讲解是眼力法吗？好，下面说讲解的第一，人生难得。那先要知道什么是相满难得，主要讲解18种珍宝人生。18种珍宝人生，由于数量太多的缘故，有时候总觉得还是很难的数清的，能不能再少点？我们可以以密宗方便教说而所传讲的三相圆满之身，三个法当中，那这就很容易圆满，很容易懂。三相圆满之力是什么？第一，圆满获得上师的摄受，获得了呢，圆满获得上师的摄受，不在一位导师面前，就紧跟随着他的，要不呢，一直跟一位导师，也得到过一些传承等等，光凭这一点并不叫做圆满。所谓的圆满，是从因地到果位之间的一切法，导师已经来开示赐予给你了，也就是说，摄受你这位弟子，并且呢，好开示把所有的一切法都赐予给你。也在传讲过程之中，这样的条件才称之为圆满获得上师的摄受。那如今我们这座的信众已经得到众多高僧大德的圆满摄受的第一个条件已具备的。第二，五根圆满的，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是瞎子，那即便对佛法有些信心，但可能在修行的路途之上又形成一种障碍。若要是耳朵是聋子的，又听不见善知识的教言，又形成修法的一种障碍的。因此我们如今五根是齐全的，称之为内相五根圆满。密相具出离心和信心圆满，若要是完全不具备出离心的话，那我们当前即便信仰佛教所做的一切都是追求世间福报，不会想到为了解脱。
但如今由于具备处理心理缘故的，因此我们平常所追求的一切都是为了成本解脱，这就是呢处理心。好，了知六道轮回之痛苦，而为了自己和天下所有一切众生均能证得福果，追求福果的这种愿望就叫处理心。深深历代传承祖师为后代弟子传讲的一切教法，以及对因果升起无比之信心，也就是说很坚定之信心，称之为信心。虽然处理心呢还要分为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但总体来说我们都具备处理心了，甚至我们正在往上士道处理心发展。信心要分为精心、愚心和诚心，我们先前也正在来承办着诚信的。所以若具备处理心和信心者，称之为了弥相圆满。但西子相信我们这一组大部分弟子都已经具备这三个条件。具备这三个条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继续这样下去，今生具有承办解脱之希望。就像我们平常学数学的时候，一加一等于二的，因为你具备十八种珍宝人生的缘故，等于解脱的，解脱近在眼前。所以有时候我们时时都在想，我今生有没有来了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希望，我今生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此平常呢，据说有一些神通的人啊，可能去问问这位导师，我今生能不能往生等等。有时候问问自己机智的，你要是时时都具备十八种珍宝人生，那你已经具备了承办解脱之因，解脱近在眼前。若要是不具备十八种珍宝人生的话，你虽然心愿着往获得解脱的，但是解脱离你还是有十万八千里。因此时时要观待自己是否具备十八种珍宝人生，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有时候我们也在想，甚至也有很多居士也在问，我先前一开始进入佛门的，甚至对佛法也很有兴趣的，也很有信心，我也以后想这样继续下去，但是我希望我旁边所有的人都能进入佛门，都能好好修法。像比如说沿海一带的人，信仰佛教的很多的，但这只是他内心当中可能由于传统信传统的那一种习惯的吧，形成了后代的人。比如说如今这些人，要不他的父母，要不他的爷爷奶奶，可能是信仰佛教的，由于这些习气带给后代的人，所以他们心目当中也崇拜佛教。但是什么是真正的佛法，能算得上一个呢信心吗？若要是称之为信心的话，也只是一种进行的，还算不上愚心和诚心。但进行很容易推转，因为他由于对佛法不理解的缘故。因此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旁边所有的一切人，包括自己的家人，都能进入佛门。但是要记住的是，信仰佛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前两天也有一个人问我，说佛教人平常在书上面都讲佛教人的功德有多么多么大，若要是佛教的功德那么大的话，为什么佛教在那呢？在这个地球上信仰佛教的人为什么那么稀少呢？这就说明佛教的重要性，佛教的殊胜性。由于佛教太殊胜的缘故的，心智这样教法的人就很少，因为他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的。因为先前这个时代可能会越来越好些，比如说大学生、博士生等等越来越多。要是呢，再回到几十年之前，具备这样条件的人有多少呢？因为他必须要有高知识的呢，这样的学问他才可以读这样的呢。学读这样的学问呢、就是由于佛教太殊胜的缘故，因为要信仰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希望全天下所有一切众生都能进入佛门，精进修法，迅速承办解脱。但是有时候还是顺着自己的习气行走的，那有时候实在没办法的，这就充分地告诫我们，我们如今信仰佛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在不在想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总觉得
信仰佛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那不就是信仰就是一个信仰，但真正要升起信仰可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的。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们平常当然在信仰具有的前提之下要求高了一些，但也必须要这样的，因为我们今生具备这么好的条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便呢先前不能把身心完全投入修法，甚至不能修学这么高的法，我们都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人了。由于我们信仰佛教的缘故，首先不读很多的道理，但起码对一些呢因果的信任是具有的，所以初次就开始呢从事一些很好的善行，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行为。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到汉地来看病的时候，就居住在一家居士，就一个居士家的，他们家呢也就像呢平常有些家庭一样的，以两个人信仰佛教，恐怕旁边的很多人也不信仰佛教，但是他们这一家呢全都对我好得不得了，只不过是他们自己没有信仰而已。当时我在那房间里头的时候是夏天的，蚊子可多得不得了，一不小心呢窗户一开的几个蚊子就飞进来的啊，我的人呢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手上呢哪里都是包的，所以第二天早上他们家的那个有个老年人就进来，天天见到蚊子就打的啊。此时我就告诉他了，以后还是不要这样杀生吧，为什么你把他抓起来就放出去了，何必还要去打的，尤其是讲解一些杀生的过失的，又讲解大乘教法当中这些小小的昆虫，虽然看起来它是一个小小的虫，但实际上就是我们父母的一些道理啊，顺着时间链呢就是这样的教育的吧。过一段时间呢，我就看到这个老年人平常看到里面的一些苍蝇啊蚊子都用纸把它包起来就放到外面，我想天哪，佛教真了不起，我等到是释迦牟尼佛为后代弟子意义有多大的。就是刚开始进入佛门的时候他就会从事这么高尚的善行的，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好，但即便具备这样的条件，以后多修学一些的话当然是最好不过的。那刚刚已经说过什么叫侠满人生的，那我们平常在修的过程当中，首先要观牛曲之数量而观思维侠满难得的，比如牛道众生的数量的。好，仅仅是从人间的角度来说，好，再从我们先前所具有的这个地方这个城市来说，有多少人口的，其中信仰佛教的又有多少的，在信仰佛教当中具备以上条件的又有多少的，那已经是少中又少的，少的没法再少的。当然有时候呢这也不是我自己由于太私心的缘故说这么一句话的，而有时候就平常由于德公师也在这边为你们传讲做不同的法，甚至平常我也相信你们可能对佛法信心也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不能算我们对法的理解有多么圆满的，但总的来说很不错的，很不错的。若要是在短短这么一段时间就有这么高尚的智慧，对佛法的理解尤其是修行的经验的，当然光凭文字上面的了解我不会算你是一个智慧者，你们还具备有修行很好的经验，两者都同时圆满，这就充分地告诫我们非常非常了不起。若继续这样下去，再过明年今天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见解有很高的进展，不管从理论的角度当中，主要是从实修的经验上面可能有很好的进展，应该得这样的。因为这两天不是也有很多居士都在说他旁边的亲人今天已去世，昨天已去世等等，这些人虽然在去世，但等两天真的会轮到我们的。我们先前在讲解无常，等两天我们必须要面对无常。好，我们呢首先面对的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一些亲人从我们身边离开，现在只是讲解无常，紧接着可能自己就要面对这个可怕的事，这是特定的事情的。若要是继续这样修下去的话真的很不错，很不错。好嘞，这就是呢刚刚所说的活到十八中珍宝人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的，从数量的角度当中去观察的，非常非常难得的。知道这个难得，那应该这样的，那更加珍惜这个人生，我先前就要精进修法，绝不能让先前拥有这么高尚的智慧在我的手中好空数
进入危难，那是很不值得的一种行为。我先前就要把它用在相对的景致上，精进修法的。时时观想到，好，内观终身之痛苦，而是为下满难得。平常从轮回过患的角度当中观察，是为相当难得的。尤其站在自身的立场之中，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平常也要遭受无数个痛苦的，好，也可以说无尽的痛苦的。在临终的时候也遭受了呢极大的痛苦的。未来不能往生西方极乐，堕入三恶趣之中的话，那这个痛苦那就更难了，不用说了。因此想到这一点，就应该要思维相满难得。如今我已经获得了那这么好的人生，这充分地告诫我，我先前如实修学，那越来越会独身六道之门的，获得福的境界的。所以我从今天开始应该要精进修法为要，因为我先前已具备这么好的条件，十八种珍宝人生。从某种角度来说，当今我们具备这么好的人生，应该知道是非常喜悦的一件事情，非常庆祝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与其他人的身体完全不同，从外表长相虽然一致的，但是从真正的要义之上是完全两个概念。所以在具备这么好的条件之下，应该得来喜悦，还要把这种人生用在相对的景致上，精进修法。因为前面所传讲的观人生难得，意味着我们时时要珍惜这个人生，要精进修法，要做到这一点的。好，第二是呢，观终身之痛苦的，思维相满难得的，迷恋观迷自身所具之功德，思维相满难得的。如今我们所具备这么好的条件，是殊胜的一种因。比如说，殊胜若不具备持戒、修六度般若蜜、发清净之愿，那今生是无法获得这样的人生的。若今生不具备这样的人生，称办解脱，那就很遥远的。因此，我们如今具备这么好的条件，那应该要想到这个人生有多么难得。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从因的角度来说，当然不懂的前提之下，总认为我家里所有的人都能信仰佛教多好的，当然是最好的事的。但他若不具备殊胜的因缘，光靠今生我们去教育他进入佛门是不大现实的。这好比什么？好比一个旁生让他说人话一般的，但有些旁生还能说人话，但结果还有了一些先例，但这个呢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先例的。就如同一个农民在地下放下一块石子，等待着上面长一个瓜，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因果已颠倒的。所以应该要时时珍惜我们今生所获得的一切。就如同众多经书当中所说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的。今生我们已获得十八种珍宝人生，这充分地说明了殊胜已经创造过很多很多善因。先前应该更加精进为妙，更加珍惜为妙，要把这么好的人生要投入到精进修法之中。像比如你们平常在这样的城市当中啊，由于个人的身份，好，要担负着呢家庭的责任、社会的责任等等，所以时时像一个出家人般的放弃所有一切世间琐事，进入佛门当中精进修法，恐怕不具备这些条件。但即便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抽出一些时间，比如说一直到呢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之间，平常可能呢天天都要去上班，但这时候即便修行的时间少点，但这样也不能少于一座。到了星期六和星期天两天呢，啊，大部分都在修行，甚至你也在修行，这时候就抽出更多点的时间，两座、三座甚至四座等等，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因为这时候，因为首先要记住，每到这时候，你应该要定下一个规矩，我应该这样。若要是定不下一个规矩，到这个时候根据个人的心态去走的话，由于我们俗世人因缘导致成今生这样的一种习气，到这个时候我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可没什么事的，我应该到外面逛逛街啦等等，就形成一种不好的心，一种习气的。要定下一种规矩，那相信你的修法就会越来越好。但这一点呢，有时候我就觉得国外的一些华人真的非常非常精进，尤其一到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几个人呢，因为他们就在独自一个呢无人的地方就闭关两天了啊，到星期天的下午，要不星期一的早上就回来就开始上班，到星期五的下午有几个人又聚集在一起，一处又闭关两天等等。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但是家里可以多修点法，应该这样的。要不想想时间一天一天都在往前走的，前两天我刚到这边的时候，我们一直等待着，我等两天就要过年，但今天已经到初三了，也就再过两天又要开始上班的，新的一年过去了，又开始了忙于新的一年当中的一切事情的。这个年已经过去了，时间走得非常快的，就如同去年的今天来说，已经有360天过去了。在360天当中，就像我刚刚说所般的，平常星期一到星期五啊，没有多长时间，但是一作不间断的。星期六到星期天要是多修几作的话，到360天的今天，我相信你的见解有很好的增上。若要是没有这么去做的人，360天一样过去了，但今天又能得到什么呢？说是当时在360天期间，星期六星期天我还是玩了不少的地方，那今天又能得到什么呢？最多留下的就是几张照片，这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要现实一点，现在不能太虚的啊。以前呢，由于什么都不懂的缘故，只要这么虚荣心呢，这么了自己感觉到好就过去就算是，但现在看来可不能这样的。因为我们若能长时间丢留在世上，像现在的心态一般，那很好的，即便先前不进入佛门不做修行，都值得，都可以的。但非举必迟时，无常损失都会夺走我们的生命。可怕的这个就是刚刚所说的，360天已经过去了，余下的时间当中还有多少个360天，我们真不知道。所以应该先前就要精进修法的。好，刚刚所讲解的是，活到这么好的人生，并不是人人都具备的。如今我已具备这么好的条件之下，我应该精进修法为要，从今天开始立誓的。好，我再不能让自己懈怠的，因为先前我可以来完全充实着他的，那等到他临终的时候，他人会帮你吗？即便想帮你，也无法帮你啊！因为在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亲朋好友从我们的身边消失了？当时你作为他最亲近的人，你想帮他怎么帮你？最多说一些那好的话的，就带些那贵重的礼品之外，还能做什么？啊，当这个亲人停止呼吸之后，可能会留下几滴泪的。过两天全都搞忘了，他还能做什么呢？所以我们有时候心智相信，也不能完全顾着他人的面的，该自己做的事情还得做一些的，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临终之后的事的，因为到达这一时刻，一切都那么陌生的。好，当时呢，一切都那么无助的，谁都帮不了我们，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这个可怕的事的。所以先前开始做起，再不能拖延时间。因为就像刚刚所说的，去年的今天至今年的今天，360天过去了，余下的时间还有几个360天，我们真不知道。不要说360天，余下的时间有没有几天我们都不知道。无常就是这么恐惧的，有时候不想的时候总觉得离死亡很遥远，甚至有时候想都没有想到世上还有一个死亡会降临在我的身边的。就像我平常告诫这边很多很多人，刚开始入门的一些信众，甚至即便他没有什么信仰，也告诫他们还是少杀点生的吧，就是仅仅为了自己身体健康。我们先不讲解很多大的道理，就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少杀点生的。但当灾难没有降临在他身边的时候，总觉得啊，这可能是佛教的一种行为，就是呢以慈悲心为怀，不要去杀生等，
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副教练的行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副教并不在离你之外有个副教的，你所做的一切好的行为就叫做副教，就是让你能从事好的行为，让自己得到更好的快乐，不就是为了你自己吗？但很多人不会这么想，好像都是为了这些导师一般的，这位导师天天劝我，好像呢我要是不去杀生，对他有多么利益一样的哈，对他一点意义都没有。三界呢，众生地狱的众生呢，遭下那么大的罪业，如今在地狱当中遭受痛苦，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天界众生的呢，在享受那么好的快乐，好，由于我们不从事善法的话，我们也没有关系的。所以他从不从事是那么一回事，但作为一位导师，作为一个信仰佛教徒，我们平常的心愿时时都在发菩提心，为天下所有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我们也在菩萨心的，为天下一切众生都能幸福而能忍的尽自己的力量去做的。但有时候很多人都很难想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这组的信众们当然都已经能，即便不从事其他的这些修法，从杀生的角度来说，从进入佛门开始再也不杀生了，真的你们的功德不可思议，尤其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能做到这一点，非常非常了不起。好，这对我们今生身体健康、生活快乐，甚至事业有成，尤其是临终的时候能自在，未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即便不能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善，尤其在从事这些善法的时候，还要记住必须要立个誓的，立誓很重要。比如说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他从来小时候开始就不杀生，但是永远没有立个誓的，或一个人以前杀个生的，但是后期一在佛菩萨面前还是在一位导师面前立誓，我从今天开始再不杀生的，两者功德谁大呢？当然后者功德更大的，就是立了誓的人。没有立誓的，虽然他没有杀生，没有过失，但也没有功德，因为他没有什么可持的戒的。后者已经立了誓的缘故的，所以以后不杀生的一切行为，由于他在持戒的缘故，都称之为功德。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大很大的。因此，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在有能力的前提之下，尽量告诫自己旁边的人不要去杀生等等，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要不等两天呢，一切灾难降临在身边的时候，再去呢抓一个呢救命草的，不管是哪一个教派，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教派啊，想能不能转变一下自己的命运。当然果实成熟的时候再改变一切，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我们平常也打卦念经，说念多少多少经等等，那当然因果是呢不虚的，是真实的，有功德是有利益或功德是绝对性的，但是能不能圆满改变你的命运，那就可能很难说了。好，就是这样的，应该先前就要知道，当今我们以具备这么好的人生，应该精进修法为要。好，这以上称之为观想满人难得。第二是观寿命无常，观了我外过去一切终身无忧，不失望者而视为自知寿命无常。过去所有的一切终身，比如一百年前世上所有的终身，现在在何处呢？全都死了，一个不在世上。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众生，一样像这些众生般的，一个接着一个从人间消失，这是特定的事情。所以应该先前开始修法。上面观人生难得，就告诫我们要珍惜人生，精进修法。但是观寿命无常，精进修法，它不在一个来规定的时间之上。寿命无常就告诫我们现在就要修法，因为没有那么多懈怠，没有那么多时间让我们这么懈怠下去，所以先前就要开始精进修法。因为过去的一切众生都已经死了，先前该轮到我们，我们先前正在讲过去人的一些历史的。平常看电视的时候，过去什么时代有个人，他当时在那世上立下多少多少
功劳的，甚至呢以前有个什么样的恶人做过多少多少坏，都已形成我们这一代的历史了，全已经不在世上。但是再过一阵时间，我们就成为后代的历史了，我们这一座所有的人都已经不在世上，如今我们的个人生活乃至多方面多方面条件好与坏，一切都结束了，这是特定历史的。所以我们再不能呢拖延时间的，今天不空明天再说，这个月不空下个月再说。当然作为在家居士，有你自己的生活，有你自己的事业，有时候由于平常呢刚刚所说担负着很多很多责任的，是需要充实一些的，但是我们还担负着一个度化三界流去一切众生的责任，那应该更加精进修法的。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做起，再不能拖延时间。好，刚刚所说的从外过去一切众生无有无死亡者而视为自知寿命无常，观内所见一切众生陆续死亡而视为自知寿命无常。我们平常好，我相信在我们的身旁有多少亲朋好友一个接着一个陆续在死亡，甚至像有些陌生的地方也会陆续听到哪个人呢因车祸造成死亡，哪个地方有什么灾难造成死亡等，不停在死亡。暂时虽然没有轮到我们，但是这个可怕的事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呢？今天明天的。可能有些会觉得这是绝不可能，但这真有可能性的。比如说我们平常在电视上也看到一车祸，就是一交通事故而造成死亡的情景的，我相信这个人出门之前他也不会呢相信他今天会死，甚至有人告诉他你今天可能会死，我相信这个人也不会信这个人的话，他今天绝不，因为当时好好的，尤其是像年龄很小的人，他就觉得自己岁数也不大的啊，也没有什么可病痛的，虽然有时候有些病痛，但也没有那么很严重的什么病痛，但是可怕的无常已经降临在他们的身边。那先前我们还有什么把握说明天还在世上呢？我们还有什么把握说下个月还在世上呢？这些都是自己在欺骗着自己的。从小直到现在，从初次开始进入佛门乃至今天，就是时时欺骗着自己，而直到今天我们先前再不能欺骗自己了，应该要面对现实的无常生死都会夺住我们的生命，可能是今天可能是明天，那么时间即便越长，再过五十年我们这座所有的人都已经不在世上了。五十年有多长？那也就是说我们先前的这个生活以及你所有一切一切条件有多么好的，五十年之内的相识五十年，那一切都结束了，你想再继续留在世上不可能了。当时你已经变成一堆骨灰或一堆骨架，这是特定的事情的。当然我们也不是有意的啊，知道这件事情从今天开始与世隔绝的。好，甚至呢就是呢从今天开始什么都不做了啊，天天等待着死亡般的，也不是为了这一个的。如是传讲无常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的。因为前面已讲过，今天我们所得到的这个人生来之不易的，那紧接着知道寿命无常，那应该先前开始进入佛门精进修学佛法。因为历代传承祖师作为我们的先例的，他们就是如是修学而承办解脱的，我们作为后代弟子也追随历代传承祖师的足迹，如是修学也能像历代传承祖师般今生快乐，临终自在，未来更加幸福，那多么来幸福的，像这样的生活，像这样的境界。所以应该要时时观想无常。好，明观的四大聚火之身终究各自消尽，就是到达临终的时候，四大分界一般的四大组成的肉身呢，到后期四大各自呢消尽，最终还是全都能消失的。
但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可能是今天，可能是明天。所以平常我们也告诫这一组的弟子们，有时间期间多看看普贤上师演教《菩提道次第光论》《圣者演教》，还有《千行必往路》等等，目的就是为了更多的认识到这些道理，更多的了解到这些道理。一方面要去问世的，因为历代传承、历代高僧大德曾经说过，知者乃称佛之解道，就是闻师乃称佛之解道。手指不懂如何修法之前，必须先得去看书，多听听历代传经祖师的教言。当知道如何修法之后，继续停顿在这么一个理论之上，称办解脱是不现实的。那紧接着还要把这些所懂的道理落实到行为当中去做的。那这一点我相信大部分都知道，平常也在如实行持，非常非常了不起，也应该这样的。因为就是由于人生难得与寿命无常的缘故，我们应该得这样，再不能等待下去的。所以这方面应该要现实一点的。这也是呢，在修学上师瑜伽导修期间，通达方便当中的其中之一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每当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都要走个过程，也就是都要来修学一遍。原因就在此上，目的就是为了对修法越来越精进，再不懈怠或拖延时间等等，要起到这个利益。有时候说的呢。现实一点的，当你开始修法的时候，就带着一种喜悦心而去修法，而不是带着一种任务和负担去修法的。好，当能做到前者，那就说明你观共同外前行已经修得很不错的。若平常修法有时候是前者，多数时间是后者的话，还是说明你对共同前行修行并不是很好。下去这两天你可能还能继续下去，时间一长，我相信你的修法很难继续下去的，就是由于缺乏共同前行的缘故的。所以共同前行应该要多重视一些的。而这以上是共同外前行，紧接着下面是不共同内前行，从皈依开始的。什么叫皈依的啊？当时要记住，从理论上面我们如实理解什么为皈依。好，法心、金刚萨埵、供满斋和上师瑜伽，但是在实修过程当中，一切都归纳到我们平常修行当中去的。我们平常的修行，师父离开过无家行了，永远没有离开过。我们平常在修上师瑜伽道学的同时，就在修无家行，应该做到这一点。尤其很多人都在说，能不能在上师面前得到一个巧诀？什么叫巧诀？玩法舍一法，就叫巧诀的。就是当你在修一个法的同时能圆融一切法义的时候，就叫做巧诀。我等历代传承祖师无国光尊者曾经说过，好，然若未能修此真实一字精华，就是说若不能在依法当中圆融一切法而做修行，胸中虽持十万多之法海，临终之时也不能获得真实真理。这里就是这一点。巧诀它不是单纯的一句话的，也不是一个传承的，而是呢，当你在修一个法的同时圆融一切法，也就叫做巧诀法。那先问问自己，你已经做到了吗？平常也问问自己，有人问你求个巧诀吗？什么叫求个巧诀？首先你所理解的这个法当中，能不能把所有一切法都归纳到一个法当中？好，理解以及修的过程当中，依法当中圆融到一切法做修行，能做到这一点，你已经求过巧诀法，因为你已经理解到这个道理。修的过程当中，你已经做到这一点，所以你在修巧诀法。不管这种巧诀法它是次第性还是顿时圆满法，总的来说，它就是巧诀法。若巧诀已形成一个过程、一个次第、一个传承的时候，那这不叫做巧诀。即便你所得到的法有多么深啊，也就是这么个过程的。好，要记住这个。
那我们平常呢口口声声都说，我们说传讲的上师瑜伽导修是敲诀法，那敲诀在何处呢？总不能像以前上师说，说以前有一位修行者，平常自认为自己的禅定很高的，但是让他解释，他不会说一句，他不会说出一句话的，因为他对理论并不通达，这就充分地说明他并不具备这个条件。但事实执着他的心间说，一切都在这里面的，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什么呢？最多可能就在要是指的是这一方面，可能有个心脏，要不还有个肺的，还有什么呢？所以这就很不圆满。也就是我们每当修行过程当中说，我在修大圆满，大圆满当中已经圆融一切法，这本身就是特点，因为它是一切乘法之顶点，诸法之精要，尤其它又不是一个独特的法，一切法都圆融到一法当中称之大。那有人在问，那我们先不讲起一切万法的有层次的各个次第的见修行果如何具备在你先前所修学的一法当中，我们先从加行来说吧。共同外就是共同外加行和内加行怎样聚居在你的一法当中，那我们就得懂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这两天呢也跟德空师在说，平常在为你们传讲法的过程当中，这些道理都得背诵下来，因为在讲的过程当中就自然形成一种敲诀法的传讲风格。因为平常文师传讲或敲诀法传讲的风格都不同，文师只能按照文字上面做解释，这是这样说的，那是那样说的，就好比是什么，这是温州人这么说的，这是台州怎么说的，这是杭州，那到底谁说的不知道，是到底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说，这些不管的，是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就是这样。但先前实修的过程当中不能这么传讲，因为他的风格必须要把好台州人这么说，杭州人这么说，温州人这么说，那这些说的目的在何处，那怎么在一个道理当中圆融一切，这就是呢敲诀法的传讲风格。他既要开始往外散的讲解很多道理，比如说在传讲密法的过程当中，他既讲解了小乘教法，也讲解大乘教法，也讲解密乘，各自讲解他的见修行果，必须得往外散的。但是他不会仅仅停留在善的立场之上，还要收回来的，收回来的。好，在当前我们所修的法当中，小乘的教法是如何具备的，大乘教法是怎么具备，密乘是怎么具有的。即便我们在讲解六度般若蜜的时候，不光讲解布施分为几种布施，而知道呢般若分为几种般若，光知道它的一些数量，知道它的一些这些人呢内容用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呢把全都集中到一个法当，当前你在修的过程当中怎么才能把所有六度般若蜜都聚集在一法当中，好，这就叫做实修，讲解的风格完全不同。所以以后我们这座的信众在修的过程当中要记住这一点，若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人呢修行在十大阿僧祇劫当中闻法以及呢讲法，还不如在一刹那当中，一刹那的时间，那就是我们前两天所说的六十个叶子叠在一起呢，一针刺下去的第一个第二进入第二第二页当中的这个时间就称之为一刹那。那这么短暂的时间还超生了十大阿僧祇劫闻法和讲法的功德，很了不起，但是前提必须得懂得该怎么去修的。好的，下面是归外处的轮回先帝中解脱之引导归三宝佛法身的。所以我们现在呢上师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总结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及天下所有一切众生都在六道轮回当中遭受痛苦，为了从这个痛苦里呢这么一个反射之中获得解脱的，这就要皈依三宝。那么平常我们就在皈依三宝，上师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总结，上师就是三宝的总结，上师身为身，意为法，意为佛的。好的，所以在一直上师当中也具备，那平常我们也皈依做三宝的，就是这样的。从桌上的角度当中来说，我们就在的皈依三宝，从桌下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从事三宝的一切的呢戒律和从事做三宝的一切善行，目的就是为了从轮回先帝之中获得解脱的。
而内由轮回中解脱，究竟解脱之三宝功德具应上述中圆满，故而归于上师的。好，外归于三宝，外归于三宝，复法身三宝。尤其是我这次也跟奶奶得空时说过的，过两天呢，好还能奶奶为我们这组的信众们平常多，像千行比王路一类的这些教员多听听一些也挺好的，尤其是读皈依方面，皈依方面中分为从共同前行皈依之道究竟皈依之间分为四种皈依法，这些皈依都会懂到一些的，也就是根据个人的根基，先从什么皈依开始，从初次开始皈依之道究竟皈依之间呢，永远没有离开过呢皈依三宝，但是对三宝的认识和皈依的方法有着很大的差异的。所以这三个呢也是这么分的，外归三宝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轮回先地之中获得解脱，而引导要归三宝。从今天来自菩提间，我们决心把释迦牟尼佛当作我们的导师做皈依的，依止释迦牟尼佛的，好遵照释迦牟尼的佛教言而做修行，和一切僧众一起来承办释迦牟尼佛的密业。内归呢三宝一切功德具应上师中圆满，上师就是三宝之功德，所以我们平常在修上师瑜伽导学期间所依止的呢就是三宝的，虽然我们通称为上师，但上师就是三宝的总之的，还是没有离开过三宝。密所见一切即为上师生于发心之有物而作皈依，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解的初所见禅定。在讲解人识智慧之上，我们把禅定中分为机智和神观两种，神观分为意识专为道用和智慧专为道用两种，也就是说神观分为不了意和了意两种神观的。但总之怎么说呢，在知受本体之下妙力期限一切之下，即便当时妙力有多么千变，均成为本体之庄严，但这种是一种觉受还是正闻，总的来说就是体用一如，也叫做贬值双运。那即是呢究竟的皈依对境，因为我们前面皈依三宝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真正的三宝，真正的三宝就是后面所讲解的上师生于发心之有物，所有一切显现都是上师生于发心之有，在知受本体上师之下妙力期限一切之相均成为本体之中，这时候的妙力不管是本尊还是护法均成为上师之有物。若要是这么修学去走的，那功德当然不可思议。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呢啊立到七字功等等的多方面之上。嗯，过两天我再看看呢，还有一个叫呼唤上师本轮的，尤其我们作为修学密宗的弟子，呼唤上师本轮以前我是翻译过，凡是翻译过的，但是当时是第一次跟汉族人打交道的时候才做的翻译，我想呢恐怕上面也有些不精通的地方呢，下次我再细致看看一下。这个呼唤上师本轮非常重要，原因在何处呢？它就在依法当中圆如万法的，依法指的是心的本性，而不是仅仅站在一个调心的立场之上，不是一个过程，而是究竟境界当中怎么圆融一切。尤其作为密宗的弟子必须得懂得这些，但这是后期的事情。好的，那就是说刚刚在讲解皈依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外皈依三宝，还是内皈依上师，还是密皈依法身，总之我们平常修学上师瑜伽导学之中已经圆融了一切，那这就充分地告诫我们平常所修的上师瑜伽离开过皈依吗？没有的，就在修皈依的。尤其我们所修学的皈依还是呢最深的皈依呢，三种皈依同时行持，但意义当然更大的。那平常先修加行再开始进入正行，先从外皈依开始呢入手，逐渐承办内皈依，最终达到密皈依。但是如今我们修学的方式在一禅当中一法当中圆融里外密三种皈依，那意义当然更大的。但呢当然前提必须得懂到这些道理，当懂到这些道理，相信你以后在修的过程当中对此法的兴趣可能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信心越来越会增长，信心越来越增长，这充分地说明了你的功德多方面条件越来越成熟，那你
成板解脱就不远了。好，这是皈依的。第二是法心的，法心呢分为圆菩提心和心，法心分为实受菩提心和深隐菩提心，但本具有的特点没有丝毫之差异，只不过是实受菩提心需要起心动念，深隐菩提心是本具有的一种境界的。本具有的圆菩提心和心菩提心是一致的，因为实受菩提心当中，圆菩提心和心菩提心需要起心动念，有个有缘的，有个所缘的对境的。那后深隐菩提心当中是无缘当中本具有两种功德，而不是什么都没有的。要什么都没有的话，般若心经当中就不会讲解空即是色的，是吗？可能会说一些空即是空，空即是空的，但不是这样的。所以每当我们在修学禅定的过程当中，时时要观待自己的禅定，问问自己的禅定，先问自己怎么问呢？我修这样的禅定目的是为了什么？我前两天不是问也告诉过你们，将他人的故事来辨别自己的来修行对与错的。因为当时也有很多修行者，他们也说他们的禅定是怎么怎么样的，但当时怎么听到都像个时间禅定。当时我就问他们，你修这个禅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否是由于生活当中烦恼太沉重的缘故，临时逃避烦恼而进入这么一个精修之中？若仅仅为了这一点，当然你已经呢圆满了，就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总的来说短短的时间当中你已经圆满了，你目的也是为了这一点，先前已经做到了。但不是的，你如实修学的目的是为了成办解脱的话，那一点都没关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解脱要具备多方面的一切功德，而不是光说有的。怎么具备的？像比如我们在讲菩提心的时候，见解本身的立场之上，菩提心圆或心菩提心都具备，必须具备的，而不是不光是说具有的，怎么具有等等都得懂的。啊，先从心菩提，先从实受菩提心开始。实受菩提心呢，要具备圆菩提心和心菩提心。圆菩提心呢，要具备慈悲愿众生和智慧愿大觉。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平常发菩提心的时候，愿三界流去一切众生，首先对众生升起慈悲心的，因为已经呢见到众生的痛苦，并且呢愿望一切众生都能从痛苦之中获得解脱，前面称之为愿菩提心的。那这个愿呢，慈悲愿众生，现在呢升起慈悲心，见到这些可怜的众生、可怜的父母，慈悲心，最终愿这些众生光有慈悲心没有来的智慧愿大觉是不够的，还要愿望这些呢慈悲，就是生慈悲对境的这些众生都能成佛的，这叫智慧愿大觉。那最终深隐菩提心当中，愿菩提心如是具备吗？当然具备了。这时候有慈悲心吗？当然有，他的慈悲心叫无缘慈悲心，是平等的。那平等是完全生不进菩提慈悲心的这个人呢，像我们平常说说我们起的是一种信念，但当时这种境界都没有吗？这种感受当然不是的。若要是是这样的话，因为佛教有这么一种传说，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就是为了见到，就是观世音菩萨见到众生的痛苦而流下来的泪水就变成了就这么多的手。但这只是一种比喻，就是说佛也具备慈悲心。但很多不懂的人总认为见解本身是一种空性，空性就叫做慈悲心，我想也不是这样的吧。那怎么叫做空即是色呢？那这个该怎么去呢？感受那就得去修的，要不光凭自己的感觉你永远找不到这种概念，就永远找不到这种境界。你怎么去想，你的想象有多么丰富的。好的，那前面出源于法的啊，即源菩提心啊，中心于法为心菩提心。但这些人呢不是这样分开的，要记住的是，就是说首先源于法，我应该要精进修法的，为愿菩提心，因为首先必须要有这个愿望。好，境界中应该要去落实到行为当中去做，就叫做心菩提心。最终呢，自己的内心与法融洽到一起的时候叫深隐菩提心，这是从共同的角度当中讲解的。
但若要是呢在讲解不共同一点，那菩提心本身分为世俗菩提心与圣因菩提心。首先愿三界流去一切众生均能证得佛果，为愿菩提心。因此我三门投入法之中精进修行的叫心菩提心的。但后期圣因菩提心呢当然也要具备愿慧心两种功德的，这是同时必须要具备的。那这就充分地说明了什么？刚刚所说的从精进共同的角度当中来说，出源于法，我要修上述瑜伽道修，我把呢好上述瑜伽道修落实到行为当中去做的，每天都能一座两座三座甚至呢更多的座在修的，最终法和自己的内心已经相融，烦恼逐渐减少，信心和慈悲心等境界日日增上，这就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圣因菩提心最终。所以我们每次在修上述瑜伽道修的时候都没有离开过法菩提心的，就是法心，每次都在修法心。但我们所修的法心呢，不在于数量之上，而在于质量当中，应该得这样。而有时候把这些呢纳入到自己的修行当中，一个一个看怎么圆满，怎么圆满，实在需要看看。记得当时我在雅琛寺的时候，因为我等党根本上是喇嘛仁波切岁数也很大的，你不管是一句不是说没有道理的，即便呢不是很重要的时候天天跑到上师身边，但这样呢也不行的。有时候就自己拿着一本书啊，不懂的地方呢稍许先打坐一下，就看看，就多方面去思考，又看看这个法和自己的修行呢有没有能不能融合到一起的，要不行的时候又继续开始这么思维的，平常也做过很多很多，这样呢你就对法的理解修行进展真的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就是法心。啊，第三是金刚沙埵的。当然以后你们要是再做一些呢这些传讲，把这些都可以分为，比如前面人生难得一天，就是一天甚至讲多少天都可以，我们把人生难得所有的道理都归纳到刚才上面的几句话当中，怎么传讲都可以。又是由于我们这是由于时间的缘故，所以暂时就这样的，因为你们都知道我在这边的停顿的时间，从某种角度来说时间有些长了，但前一段时间一直都是身体不好，所以真的呢也已经够麻烦我们这座的所有信众的。因为这次呢我身体非常非常不好，所以呢你们天天就这么照顾着，所以怎么说呢，我在这边停顿的时间长了一些的，但长有时候我觉得也应该这样的，有时候能在这边多待一段时间也非常好，甚至也为这些亲近的弟子也能讲得成法的时候讲点法，而讲不成的时候坐在这边，你们时时都把照顾我，就像个皇帝一样奉，就伺候候在旁边的，那当然我也舒服的可不得了的。尤其呢老天呢就有这两天一点都没见到什么是冬天的，好像呢我已经到了夏天一般的，可舒服的不得了的。但是有其他很多地方天天逼着上师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的，又不去一点的话也不行的，所以暂时先这样的，但也不要紧，德公师呢也在这边的，平常呢我也这两天我们也在探讨到这些事的，以后也多求点法，但是求法归求法，修行绝不能缺少。因为我们天天都在说，我等历代传经祖师五谷光春者曰：“胸中虽持十万多之法海，临终之时也不能获得真实之理。仅仅停顿在理论之上，即便你的理论有多么丰富，还是那么回事的。”哎，前两天呢，我在瑞安见到一位老居士，哎，很不错，很，尤其是一探讨着理论的，头头是道的。啊，当时一方师爷说：“哎，这个老居士修行很不错的，还是很可以的。”啊，当时就过来一下了，他就把整个修行过程讲了一遍，真的不像一个老太婆的话语啊，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但当时我问的，哎，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他说好像是教书的老师的，绝对是呢有知识的人。好，在具知识的同时，他看的书绝对不少的，尤其是这个老居士呢，记性力非常不错的，他看完书以后很多都能记下来，甚至呢有时候也去思考这些道理，但实际上都是靠他这种思维悟出来的一些道理，而不是一种经验的。
因为我要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当时我也说过，老居士很不错很不错，你的奶奶这种悟性和善根很不错的，但是光凭这一点远远不够的，修行的，从修行的角度之中来说一点都不够的。这就是告诫我们这一组的信众们，当你从理论文字禅上面呢，理论有多么丰富，若没有了投入到实修当中实践的，那一切都是空话。你总不能等两天见到阎王爷的时候你说你也是空相，就是阎王爷不给我们一耳光才怪的了，你看看是不是空性的，一点都空不了的。师父是空性，看看当你烦恼生起来的时候你说空他能空吗？空不了的，空不了的。因为前面的这个空性只是一个文字薄弱而已，但还要继续进入观照和实相的，他还得走一个过程呢。所以修行当然不可缺少，平常呢在自己的家里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多方面条件啊，树立一段时间是否在早上好还是什么时间好，所以每天不要间断一坐，即便遇见天大的事情，就是今天晚上可能我要少睡一个小时，我也得把今天的法修完，不立个规矩，我相信我们的法永远修不成功的。要是形成一种规矩的话，就变成一种非常自然的习惯，那就了呢，应该说是非常自然，而不会形成一种负担。这样下去，我相信一天虽然修行的时间很短暂的，但是一念聚聚起来时间就长了，这时候我们的简介呢决定有很好的真相，应该得这样的。好嘞，那经解作是金刚萨埵修法，唯祈祷智慧尊之力的清净一切罪障，就是我们平常当有自己呢知道自己有业障的时候，就祈请金刚萨埵，靠金刚萨埵智慧力、智慧尊的力量来消尽一切业障啊，祈请金刚萨埵念口里念诵金刚萨埵的心咒等等来消除自己的业障，这就靠叫做歪。金刚萨埵修法，故观金刚萨埵于自己的梵顶之上，就是要把金刚萨埵观想在头顶之上。平常我们也这么做吗？当然在做的，在初定的时候就是这么在修的。金刚萨埵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种子，因此把金刚萨埵观想在自己的头顶之上，而平常念诵金刚萨埵心咒等等，平常也从事做的。但有些说我不再念金刚萨埵心咒，我主要念诵的是观莲花生大师腰部上师在自己的头顶之上，念诵的是莲花生大师心咒等等。哎，当然他也是在清净你的一切罪障，因为上师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总结，他就是金刚萨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王师总觉得呢，一直上师消除业障并不像一直金刚萨埵消除业障般那么那种感受也好那么敏感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充分地说明了，你当时在观上师的时候并没有意味到上师即为金刚萨埵，但如今行心后呢了解的道理越来越圆满的原因，所以知道上师即为金刚萨埵，即使即便念诵十妙的心咒做忏悔的话，一样可以消解自己的罪，相信你的感受还是一样具有的。好，这就是外观的。内观的大悲之力调伏自己的心相去，故观金刚萨埵于自知心间。我们先前在修上师瑜伽导学的时候，时时调伏自己的内心的，时时调伏做自己的内心的。比如说，在三桥运用当中，剖析调伏妄念，知识调伏妄念等等，都在调顺自己的内心。它就叫什么？叫内观金刚萨埵的。因为内观金刚萨埵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也不仅仅在一个相之上，调伏自己的内心这种的慈悲力量就是金刚萨埵，而不是在一个像金刚萨埵天天拿着个灵火柱不懂地坐在一处，这就是金刚萨埵，不是的。外观金刚萨埵需要靠这个智慧尊的力量来消尽自己的业障，所以需要靠行心去祈祷金刚萨埵消除自己的业障。内观金刚萨埵不在一个金刚萨埵相之上，而在于调伏内心之中。刚刚说过，金刚萨埵慈悲之力，之力是什么？调顺烦恼的这个力量，对之力就是金刚萨埵。那这样一来，我们平常在修上师瑜伽道修，抛去调伏妄念，
知识条幅网里，安住条幅网里，它就是金刚萨埵。所以我们永远没有离开过金刚萨埵的修法，时时都在忏悔自己的业障，时时都在清净自己的罪障。要这么去理解去走的。若要是时时都站在金刚萨埵是一种相之上，那这么做做就是金刚萨埵。万一是两个手都抬起来的时候是金刚萨埵吗？好，这就是内观的。密观是什么呢？密于无二之中观金刚萨埵之本体。金刚萨埵真正的本体是什么？编织双运的，就是外在显现和内在空性两者一如的时候，就是真正金刚萨埵的本体的。我们平常也在说，当你执守本体之时，妙理其现，一切之相均成为了本体之庄严，显现和本体分不开的时候，它就是金刚萨埵的本体的。修显宗的弟子们呢，显宗讲解一心不乱有两种一心不乱，叫思一心不乱和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阿弥陀佛的密就是讲解阿弥陀佛的本体，阿弥陀佛的本体是在一种相之上吗？当然不是，还是在讲解体用一如啊。说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往生阿弥陀佛的密，完全取决于能不能做到体用一如之见解之上。所以一切佛教的原理是一如的，都是为了达到这么一个境界。那如今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虽然没有乱来直接观想金刚萨埵的形象，但这意味着不再修金刚萨埵吗？当然不是，上师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种，上师就是金刚萨埵。尤其是我们平常把上师观想在自己的头顶之上，依靠祈祷上师念，祈祷上师念诵上师心咒来牵除自己一切业障，就是外观金刚萨埵的。好，平常在修上师瑜伽导修的时候，用剖析知识和安住调诵烦恼的这种慈悲之力也好，这种对之力，它本身就是金刚萨埵，就叫内观金刚萨埵。密观金刚萨埵，当执守本体妙理其现，一切之相已达到编织双运的时候，就是金刚萨埵的真正本体。目的就是为了趋向于这一点，所以我们在一座之中圆满修学里外面三种金刚萨埵，金刚萨埵修法非常非常的意义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光靠理解而不去做的话，也就是那么回事的，是吧？所以从呢上面五加行皈依开始，外观、内观和密观在上师瑜伽当中一切圆满。那当然我们先把下面讲完以后，我再重新从上面简单当中把全都给你们纳入到上师瑜伽导学之中来的。好，就是这样的，这是金刚萨埵修法。而金解座是供满禅的，为珍宝之轮呢，满禅供奉化身上师，供香树轮齐国享受化身，就是说平常在供满禅的时候，外珍宝以及所有的遗产的财富供养给了那上师的。而平常也是我们这么在做的，根据个人的条件，而平常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三供下施一切行为，都称之为什么？都是一种的外供的。我们平常都在从事做，尤其在修行过程当中，自己本身就是金刚萨埵，当然在后期圆满证悟当中，它是最了义的境界。不了义当中也可以理解成我们平常所有的一切财物啊，实施于本体上师两者一如的状态当中，不管从有相定还是如是，都是在修学精心无二。所以外面所有的一切都称之为外供的。内供呢啊，把自己的身体称为满载而供奉保身，啊，称之为内供的。外面是呢，就是身外之物一切财物供奉的，内供是把自己的身体供奉的。啊，密供是呢，把心供养做成一个满载的而供养，叫密供的。前面的珍宝还是身还是心？我们在修上师瑜伽导修过程当中，一切都是这样吗？当然的。当
对着自己的执着的，对珍宝的执着的，对身的执着和心本身的执着，一切调伏过程当中，它就是最圆满的满禅。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这个。因为由于我们平常贪执太强的缘故，所以无法积累福德资粮，那根圆满不了智慧资粮。当这种的贪执消减的时候，智慧资粮同时圆满。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分开。像比如，在一直导师过程当中，根据个人的条件而供奉上师的。根据个人的条件的，而从事上师的一些事业的，比如说在上师瑜伽导学之中也讲授过的关于这些的，这些都叫做供满禅的。你自己的内心当中所得的一切善法供养给上师的。如今我们在修上师瑜伽导学之中，三者同时在供养，所以意义当然更大。好，这就是供满禅。后面的呢，上师瑜伽导修的，外起的观上师于前方虚空之中的。好，首先把上师观想在为了起的而把上师观想在对面虚空之中的，内成熟五蕴和十八界的，而把上师观想在了梵顶之上、头顶之上的。最终呢，自心于上师无二，观上师于心间之中。但这个上师观想在什么地步，就是为了达到这么一个缘起的，有这样的。但是我们在修学上师瑜伽导修过程当中，祈祷成熟云界和自心于上师无二三者同时圆融到上师瑜伽导修之中的。当时不管上师观想在自己的对面虚空之中，而修学过程当中，外观具有的同时，内观显显和自心分不开的状态当中，当然当时还有一些思维造作，但是还是内观成熟五蕴十八界。最终两者一达到一如的时候，那就是自心与上师无二，称之为密观上师瑜伽。所以上面所传讲，从皈依直到上师瑜伽导学之中，外观内观和密观都一一圆满在我们平常所修学的上师瑜伽导学之中。因此一行应该在这上面多下些功夫的。如是传讲的目的就是告诫我们，我们先前所修学的法是非常非常圆满。当然在没有资料的前提之下，有时候可能多方面就觉得好像有些不懂，但不要紧，过两天我再把相关的一些的其他的道理的，因为前两天我只是把呢前行的纲要稍微做了一些翻译，但后期密宗像比如外三部和内三部的一些纲要，我们也可以来聚聚在当前所修学的法之中。首先要知道外三部、四部、心部、瑜伽部的它的呢书的风格是什么样的，为何源于到我们这样的法之上。那这些人都得需要一些资料的，到时候我一样把这些道理资料整理出来以后就寄到德空法师手中的，他到时候你们都会得到这样的。那这些道理都得了解一下，非常非常不错的，非常非常不错的。这就是呢我今天想给你们呢所说的这么一句话。因为当然我们把今天所传讲的法，若要是讲到了更长的一段时间都可以讲的，但是你们也知道我的时间真的没那么多时间了，尤其是过两天我要还要回到成都，还要去看一段时间的病。因为今年在没有上山之前，虽然先前雅青时各个导师呢现在一点都不缺的，当时即便我能不能上去都是一回事的，但是因为上师的年龄也越来越大了，能在上师身边多待一段时间也是我们自己最大的心愿。所以在没有上升之前还要把自己的身体稍微调整一下的，要不然这两天即便在这么能调节一切因素，就是条件这么好的这么前提之下，身体还这么来不好，那等两天到了高原地方那就更不好，当时再找个药的，再找个医生等等的，就没有像韩宁这么方便。所以在没有上升之前还要抽出一段时间又要看病等等，因此时间呢对我来说越来了已经紧张，所以可能我就这两天在这边讲话就少一点，但不要紧，又过一阵时间只要好好休息去走
你们已经看得出来，我在这边呢，也就形成每年必来的一个地方。主要是你们修行不错的缘故，要不都是那么散乱。像平常道呢，像其他地方，不管到哪里地方，聚集很多弟子呢，其实已经变成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了。原因是这两年可能由于我等大恩根本上师喇嘛仁波切的加持，以及呢这两年呢，可能认识到听说我的人太多的缘故的吧，所以聚集一批人在一处呢，这一点都不困难。但是又有什么意义呢？要是这样去的呢，就到外面走来走去呢，这一方面也没有利益的，也不是我的一种风格的。但如今这边已形成一个据点，主要是你们呢都在很好的修行中，所以就觉得很有必要啊。以后当然呢，有能下来的时候，那随时都可以下来，但这现在呢条件又这么成熟的，尤其交通又这么方便，不管在什么地方一两个小时就到达一个地方了，都很快很快。主要还是在于修行之上，好好休息，好好休息。那就这样，又过一段时间呢，当然条件允许的钱，但条件也没有什么可不允许的。当在其他地方呢，觉得有必要还要听闻一些教言的地方呢，平常你们不管在自己的家里还是聚集在一处，这倒不要紧的。只要是在自己的家里几个人聚集在一处听听都可以的，都听一点吧，多听点。我们呢主要还是修行上面，上述瑜伽道修至少圆融一切法的立场之中修行，这是永远不变的，就这么修的。理论上呢，当然我们就像刚刚说的，我们可以阅读各式各样的讲，但是阅读过程当中尽量往回收的，不要往外散的。后中连自己都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去做的时候，那就充分的说明了你并没有懂到什么叫窍诀。站在不同的立场之上去了解，最终尽量往回收的，要收在什么上面？收到上述瑜伽道学之中。我在修上述瑜伽道学，我今天所学的这个道和我修的上述瑜伽道学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哪里的？要不我们修行和所学的理论完全是两个概念，那学这个道理有什么意义？那也无法契合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言，知尽其义是诸佛教，就没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本身就是这样的，机会往外散，诱惑往内收，一切都归纳到一个点子上，就是我们当前所修的法之外没有第二个法可修。释迦牟尼佛为后代弟子所传讲的一切法都是针对一个点而传讲的啊，这么去理解去走，那我相信以后修起来也很方便，而理解起来也更方便的，就是为了一个点，就不需要那么修这个好像呢有落了那个的，修了那个又好像丢失了那个的，就不会这样的。这也是我最大的心愿。今天呢只是大家聚聚在一起，把以后的一些修法，以及呢今天也把这个前行的高要纲要大概给你们从文字上面做一些解释的。但主要是呢就告诫这座的信众们，以后还是多修点法的，就像上面历代传承祖师为后代弟子所做的一教般的，应该要如实修学为妙的。听起来好像历代传承祖师呢是仅仅站在法的立场之中告诫下面的人修行，实际上都是为了我们自己好的，就这么都修点法，又这么修行一段时间以后我看看今年又回到那边呢，到那一切条件稍微允许的前提之下，因为这次也带了不少的一些资料，可能我们还要翻译关于密法真行方面的一些教材。那到时候呢我们又开始去年你们在这边引的圣哲言教了，看看这两年也得要讲习的，要了给一些传承，要不呢光用手不做讲解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但过两天我又把这些书翻译出来，到时候我们在这边也还是在南京引的，此时再说吧。但总的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但今天暂时就这样的，以后呢多修点法的吧，好吧。此外我也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话可说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吧，是吧。好像就没有什么过去他什么事情了啊，这样一来好像就是这样的就可以，好像就没有什么过了啊。有时候可能只是我们就是
咳嗽之外的一些事，就是由于头痛的缘故。因为我这个头痛已经两三天了，天呐，头痛一起来，有时候我们说过去的心不可得，现在的心不可得，未来的心不可，但有时候我觉得师父，这个心可得的心就在大脑之中一般，当地头痛的时候什么都记不起来，有时候很容易能忘掉很多该说的一些话的。哎，这说的是后来没说的，说完以后好像又这个又漏掉了，那个又漏掉，那好像就没有什么可漏掉的。因为原因是什么，就今天的课之外的这两天呢，我可能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就暂时呢又开始给其他居士，就满足一下其他居士的一些心愿。因为这次去很多很多地方可能也就不是很现实的，但这两天呢我也已经答应过几个地方的，但这些即便怎么说我必须得去一趟，这样一来我们的时间就很紧张了，只能这样一些的啊，又过一阵时间我再过来，好吧。行，那今天暂时就这样吧。好，阿弥陀佛。Amen.